仁义，第十一章仁义，一定要加把劲，这个把这个东西给他挡啊！谢谢我们的小 C 送六六大宝剑，不然的话以后就不能播了啊，因为禁播的嘛。残念だったな。尽快啊，尽快。信じとれなわ。真司，我们的小弟还有妈妈桑全死了。頼れるなかったんだ。分かってる。できる限り手厚く葬ろう。谢恒仔。すまん。うん。明美？明美。そうだ。真司は確かにそう言っていた。しかし。そんな名前の女いくらでもいるぞ。それだけじゃな。いや、そうでもね。他们现在几个在找这个关于东城会的一个东西，东城会的一百亿。実は風俗好きでな、知ってたか。因为他们说这个一个叫明美的一个，ここ何年か啊，一个叫美月的一个妹子啊，这个把这个一百亿偷走了。所以现在所有黑帮都在找。但是那个美月说呢，这个一百亿的秘密就在这个小孩的这个项链上面啊，所以都在争夺这个小孩，这个小女孩。看板もねえし、パッと見じゃそれとわからねえ。しかも一回遊ぶのに百万はかかる。百万。谢谢我们的楚夏天送的六六荧光棒，谢谢楚夏天。モデルやらが働いているんだ。哦，杰伊啊，杰伊，下午已经把他搞死了，已经死掉了。おじさん。日死掉了，已经没有了。嗯。光芒，明天玩，明天玩，其他游戏都明天玩。明天大概给大家玩五款吧。今天把这玩完。銭湯ってこと？啊，因为下午用力过猛啊，然后把他热死掉了。おじさんは行ったことある？借荔枝送大瓶。谢谢楚夏天送的六六荧光棒。私どんなとこか知ってるよ。泡泡浴，他知道是什么地方，在街上晃了好几天。泡泡浴啊，咱们竟然又泡泡浴了。これは一本取られた。哎，我去，可爱的要死啊！桃源郷の会員証が要去桃源乡的会员证，我们就可以去高级的妓院。这游戏当中最高级的妓院，有一个叫新梅的女子，在那边上过班。她现在应该是在 HHI 去找新梅，就可以获得会员证。我们取得这个会员 VIP 证呢，这个嫖娼呢都是八折，黄金 VIP 嫖娼卡。这个嫖娼卡获得了之后，才可以去最高级、最神圣。嫖客的天堂乐园啊，泡泡浴，顶级泡泡浴啊，顶级泡泡浴，那个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场所，等会你们就知道了啊。你过去嫖娼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开门，那个女的给你跪着啊，然后呢你穿好鞋子之后，她跪在鞋子面前，你换了鞋之后她才会抬头啊，才会抬头，服务特别周到啊。谢谢楚夏天，等会你们就知道了啊，很牛逼的啊。然后呢穿的嘛，穿的就穿一个上衣，不穿就穿个下衣。有个男的跟扒手很像，然后不满意可以换房间，房间门直接随意开，房间门随意开随意关啊，大概有几百号房间，每个女的都这样，一直跪着，一直给你跪着。谢苏哥，骗人呐，等会你们就知道了啊。我是那种骗人的主播吗？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们，对不对？从来没有吧。啊，我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做主播，你们老是骗，老是说我喜欢骗人，我老实人好不好啊。谢谢好好先生送大瓶，找一下新梅。哎，新梅在里面。那新梅呢？我去，这个新梅长得有点不是很好看呢啊，一般般吧。谢好好先生送大瓶。谢谢杨送的一个大瓶，谢谢我们的伯爵送大瓶。啊，确实不是很好看。桃源郷の会員証，桃源乡的会员证，我们只要取得这个顶级嫖娼 VIP 卡就可以了。ちょっと会わなきゃならない奴がいるんだ。
我们要见这个真丝的女朋友，真丝的女朋友在那个顶级嫖娼乐园当这个小姐，因为真丝掌握了一些秘密，谢谢胖娃娃。他是偷渡入国的，差一点被警察捉到，偷渡的。我要是我被遣返中国，我弟弟，我操，还是个中国妹子。操你妹，那你是中国妹子，你跑到日本去卖什么啊？谢谢孔哥。他父亲在日本和小老婆生的孩子，小老婆。他爸爸有前途，在日本搞个妹子生个孩子可以，但是妹子不能去日本呢。一人でその弟、啊、不要脸呐、啊！キリュウさん、人弁師って知ってます？人弁師。この町にいる。啊，我们中国妹子本来就少。絵画の贋作から偽札、偽造パスポートまで何でも偽造できる人、偽の人弁からそう言われているんです。そこら辺にいるコピー野郎とは違うのか。はい。その人がすごいのは裏の戸籍まで完全に作り上げてくれるという噂です。没有护照的话，他可能会被遣回国。私。我要是给他搞护照的话，他就给我嫖娼顶级 VIP 卡，我就可以去顶级嫖娼乐园泡泡浴，桃源乡。人弁士に会って、私のパスポートを作っ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哎呀呀，人编虚。お願いしに行ってくれないでしょうか。啊，这个真屌啊！俺もそいつに興味があ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嬉しい。还我去。で、そいつはどこにいるんだ。七福通りの七福大街 G1W 这家店，好像你们的彩香是他的窗口。啊，我们要找到这个人编师，帮这个女的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小轩，走喽。谢谢我们的一送的一个大瓶，谢谢陈送的六六大宝剑，谢谢陈。噔噔。啊！哎，等一下，有散光啊！这个路上有散光，这个东西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是幸运刮刮乐，可以开启那个这个刮刮乐的那个箱子啊，可以开很多钱。有了钱之后呢，就等于说有了经验，有了经验就等于说啊，就更加的无敌。谢谢叫我阿兰好了送的六六大保险啊！这家店不是结义妹子吗？不过杰伊被我日死掉了，杰伊不在了。哎呀，各位，彩香在吗？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没关系，杰伊没有了，咱们搞彩香，一样的。あやかさん。谢谢小 P。对，下午连干他日，下午连干他四次，啊，然后直接。こんばんは、あやかです。ご指名ありがとう。啊，现在已经没有杰伊了啊，只有彩香了。いや、今日は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って来たんだが。彩香不是彩野香。人弁師ってやつ知らないか。え、何それ？社員でキャバやってる新名の代わりに来たんだが。え、他为什么不说话？今初めて聞いたわよ。现在第一次听说。それ新しいお笑い芸人。おめえ。他为什么犹豫了一下？难道他知道？他不敢告诉我。啊，わかった。新しい詐欺師でしょ。違う？新的骗术，对不对？もうそんなことより楽しく飲みましょうよ。焼酎でいいかしら。邪魔したな。ちょっと、もう帰っちゃうの？好玩的还在后头，是吗？是吗？是阿晨。お客さん、もうお帰り？感情他呢？啊，这是老板是吧？妈妈桑。いや、そう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ごめんなさいね。
这每一家店为什么都有妈妈桑呢？钱就不用了是吗？毕竟什么都没喝。哇，这么好的妈妈桑啊。是吗？またいらしてくださいね。やっぱカマパサブサイエ。这个是妈妈桑。这个妈妈桑，嗯。哎，神秘的男子，我去，大木老师。那个臭人妖绝对不会放过他。人妖？よし、行くか。人妖啊。嗯，什么情况？大木老师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我进来看一下啊。我操，这个彩香是个人妖吗？我拿把青龙偃月刀要砍人呐！その時はたまたま彼氏と待ち合わせしてただけって言ってるでしょ？ガタガタ抜かすんだな！住手！正直に言え。人弁士ってやろう。人弁士在哪里？人弁士。哎呦去！彩香ちゃん、早く！はい。哎，这两妹跑了。啊。追赶彩香。啊，大木老师问一下，大木老师怎么了？总算露出真面目了是吧？第三公园就是他们交易的地点。哦，要把他们大切八块啊！我先过去看一下。第三公园，好刀，好刀，他这个刀法好。哎，下雪了呀！谢谢提笔送大瓶。第三公园，我在这里。走，去找这两个小婊子！哇，居然是人妖！哎，对了，我想问一下观众朋友啊，你们有没有观众朋友这个有时候有一种冲动，想去跟人妖这个展开一段不伦之恋啊？对不对？就是普通的女人啊，或者男人，你已经玩过了，但是没有玩过男女结合的这种人，想不想体验一下？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要体验呢？啊，飞脚没有是吧？再见野口。好，你哥就是我体验人妖啊，人妖，人妖是男女都能体验的体。钻石爽，钻石肌肉，攻击力6。啊，我现在攻击力很牛逼啊！啊，行，学完了再学技巧。上旗龙卷拳，蓄力踢，武器大师，单手棍棒武器，快速连段。快速连段，切换闪避，武器大师，手指虎，颠步加2，反击颠步，这些都要学。啊，走，谢谢我们的怕蛇，黄海波干过，黄海波人妖，哈哈哈哈，黄海波嫖娼被抓，嫖娼。哎，你说这么多明星他们为什么去嫖娼呢？啊，他们应该有很多的粉丝什么的吧，啊，为什么要去嫖娼呢？对吧？啊，谢谢流年，谢谢啊。明星哎，谢谢他。哎，这个大木老师来得比我快哎，大木老师。人品好，刺激。刺激。てめえらがパスポート横流ししてるらしいな。こっち商売上がったりで困ってるんだよ。この落とし前どうしてくれる？殺すだけじゃもったいねえ。切り刻んで生酢にしてやる。大切八块。我去，这刀法，这刀。もしかするとお前らジャカの残党か。あ、何者だ？俺もこいつに用があってな。悪いが、お前らに用はね。邪魔すると。お前も細切れにするよ。ちょっと待って。いや、どうだわ。いやいやいや。どこかで見たと思った。
他不会是童生吧？眼熟。キリュウだと。お前ら細々とパスポート作りの内職か。黙れ！お前のおかげで俺たちどんだけ苦しんだか。ぶっ殺すぞ！哟，看我们宰了你，宰啊！来，过来宰。小光头，今天不弄，我去，还跟我秀刀法啊！跟我秀刀法啊！啊，秀刀法啊！啊啊！皮小平，我操，双杀！跪着！哎呀呀呀呀！哎呦我操操操！刀法挺牛逼啊，刀法挺牛逼。哎，这个小光头这么厉害啊！啊，这个小光头，我先玩拿刀了啊！啊，老旧的青龙刀，咻咻咻！耶！唐岛之龙姿态。我操！我操！完了，没破壁伤，没破壁伤，再来一套！捅！哇，捅！解决！我才40点经验值啊，这么少啊！啊，偏要逼我提刀。小光头佬，乐嘉，高丸司令。助かったわ。あなた、人弁士に頼み事があって来たんですか？想找人弁士帮忙。本当は騙す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んだけど。不打算欺骗，只是测试一下我。新名に偽造パスポートを作ってくれ。わかったわ。ママ、お願いしますよね。ママさん。その通りよ。我这个妈妈桑才是人编师。妈妈桑。哎，我去，这边有闪闪发光东西，又是一个幸运刮刮乐，到手。幸运刮刮乐。好。点个技能，技能点这个。点技吧。点技好了。把这个颠步学好，因为到时候以后可能会用这个红色姿态这个单挑 boss， 红色姿态单挑还是很牛逼的。快手，其实这一集感觉这一集如龙这个火爆浪子姿态没什么用，上一部的火爆浪子特别有用，借楚大地，借冷空气，噔噔噔噔。为什么不学唐岛之龙？唐岛之龙学不了啊！啊，我也想学龙姿态。我操，这龙姿态如果学完的话，超牛逼的啊，超牛逼的！复活龙姿态，还有唐岛之龙，唐岛之龙的这个，只要把唐岛之龙学满，你就会觉醒，传说觉醒，超牛逼，超牛逼！谢雨晴，那学满的话，要跟真岛打个140才行。真岛我现在一次都没碰到过。真岛，哎我操，来进，谢谢小 S。 有没有挂？没有挂啊。今天打不满吗？传说姿态，これがお望みの品よ。拿去给新梅伪造护照。キリュウさん，他都没有见过新梅，他就能伪造这么牛逼啊！哦，他还认识风间。撃たれたみたいです。何？そのことと関係あるかはわかりません。5年前，风间先生曾委托过他。5年前。どういう？ある一人の人捏造出某一个人。出生記録に住民登録。全部捏造。免許記録の中でのみ実在する。私が話せるのはここまでです。それじゃ、私たちはこれで。
凭空五年前凭空捏造一个人，难道是小女孩的妈妈？因为小女孩的妈妈这个五年前就消失了，可能是啊，可能是。美月，谢谢我们的小天使送你大瓶。走喽！啊，谢谢我们的爱莫送大瓶，谢谢爱莫。快完了，差不多再来几个小时就通关了吧，快了吧。接楚河送的220，好萌哦呀。啊，你们有没有人去过日本啊？据说日本妹子特别漂亮，哎，有没有人去过？走在大街上都是美女啊，都是美女，就没有丑的，特别是东京或者什么秋叶原什么什么地方的。过来哟。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これで。很丑啊，是吗？一般般啊。啊，这谢楚大吉吉30，谢谢爱莫送大瓶。どうした？你们去过没有啊？キリュウさん。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吗？不是听说是很多美女吗？譲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何？騙す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んです。这些小天使送大瓶。信じてください。去过没去过？化妆的誰だ？梦里去过。中医姐。水野さんって人です。水野的一个人。昔以前跟他合租合租一緒に暮らし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いつも優しくしてくれる俺に桃源郷の会員証を譲った。我他妈有空的话我要去日本玩一下哦，我要亲眼见识见识，我才死心。这些冷傲送的66，荧光棒，我要让日本女人见识一下中国男人的厉害，你们说好不好？谢谢赵老师送的66荧光棒。これはお詫びです。何かの役に立ててください。夜遇妻女枪不倒，一杆红枪啊，这个粗枪来啊，给他一个这个护照。那他要什么？对吧，好，我要存一把。谢谢我们的木天浩送的一个大爱瓶。秋野原啊，东京啊，谢谢鹿。哎呀呀，哎，这边有几个小混混啊，不惹他们，不跟他们打架。啊，谢谢我们的东之苍龙送的66荧光棒。在那个 M1B 噔噔噔噔噔噔。要不这样子吧，啊，算了，去这样子，到时候啊，到时候这个我要去出去旅游啊，去日本旅游啊，然后到时候呢我就去日本的夜店给你们开这个户外直播啊，日本的一些什么风俗店呢， 啊什么这个那个呀，一大堆的，对不对？啊，直播那个啊。ちょっと使命にあったんで。そうですか。ま会员证啊，会员证不能给我，给我会员证之后，我就可以去日本最高级的泡泡浴了。昔、あれを手に入れるのにどんなに苦労したことか。どうしても必要なんだ。さすがにただとは。不是很多人搞户外直播吧？咱们去日本啊，去日本玩吧。50万ってとこでどうでしょう？去50万元啊？给我拿来就对了，还要钱呢？脅すのですか？他不能给我这种人。啊，桃源郷の会員証。100万。ってとこでどうでしょう？顶级嫖娼 VIP 卡要100万，他给我50万，我拿那么多钱，你妈10万？いくらなんでもそれは。他必须拒绝。啊，桃源50万ってとこでどうでしょう？30万呢？仕方ないですね。
わかりました。我去，三十万买一个嫖娼卡。きっかけとなった品です。我操！気にし。三十万，你好像还说的，去你妈！三十万，好。谢谢我们的暧昧，真是坑钱啊，真是坑钱。我想还有几万啊，都没有钱了都，开箱子修刀。哎，你们说啊，这钱呢用的怎么就那么快呢啊。哎，我好像跑错了啊，去赛之河源。我去，我要去泡泡浴，难道要跟人组队吗？我自己不能去吗？谢谢小牛送大瓶。啊，有嫖娼还组队的？谢谢墨痕送六六荧光棒，谢谢墨痕。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骚格后宫团送的一台挖掘机，牛逼啊！谢谢我们的骚格，谢谢。我来电话了，手机。杰一，杰一不是被我干死了吗？杰一。啊，谢谢新的开始送的猫，谢谢低调。团购，团购，团购泡泡浴，快立刻淘宝！同声老弟，你被一群不明分子给盯上了，一直在监视你。到了今天，聚集非常多的人，照这样看来非常危险。你跟那个小妹非常危险，快到公园前搭辆计程车。真岛说有人要杀我啊，要搭计程车。啊，上车看一下。我操，这么多人要追杀我的人。原本唐岛组的人要杀我，真岛大哥，请你不要插手，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吗？啊，真岛想跟我一起解决这帮人。我操，统一战线啊，第一次啊，啊，这么多人呢、啊？哎，我操，有罐子，有罐子，那不怂啊。那不怂啊啊，汽油罐呢、啊、毕竟群攻啊，群攻、哦、过来来，双杀石川，来再拿个汽油罐，来再拿个汽油罐。哇哇哇，再见石川，让他自己打，哈哈哈哈哈。哎我去，对吧？怎么能让真岛自己打呢？对吧？啊！哎我去，有意思哈，有意思啊！来过来，我真岛攻击力挺高，来，青龙偃月刀，捅！我去捅饭，我青龙偃月刀捅人，哇，伤害好高。哇，好高，好高、哦！我操，要抱我，救我！哎，我操！哎呀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小逼？牛逼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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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可以。换姿态，快拱手。哎，抱住真岛了，抱住真岛了！哎呦，哎呦，哎，不是你这样我打不到，我操！哟、
哦！我操，用枪，居然用枪，居然用枪，尼玛！过来，来倒地，来站起来，站好了，站好了！我操，开斗气了，尼玛，打不动了，操！你他妈，你还有斗气啊？操！谢谢叫我阿兰好了，送的三组六六大宝剑。我去，我浪费了四刀，经验刀我浪费了四刀，操你妹！哎呦我操！哎呦我操！中！中！好枪法，好枪法！要跪是不可能的，血血多的是，血长。谢谢石送的六六大宝剑。哎呀他，哎呀还他妈想抱我！小伙子，抱我是抱不到的哟。哦吼！快攻！好枪法，哎，好枪法，好枪法，牛逼！哎，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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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枪法呀！好枪法呀！好枪法啊啊是吧？哈哈哈哈哈！哎，我操，小逼崽，你死定了！我操！捅捅捅！我怎么用经验刀没经验啊？不长经验值吗？哇，我这个午夜未眠还能用两刀，我操！真的不会为了救我死了吧？真的哦。啊，他死了？啊？真的没有浮上来，该不会？在意也没用，现在更担心风间老爹的安危。赶快去桃源乡！哎呦，我操，不管了！真的不会跪了吧？啊，谢谢石，不管了，这就不管了，哈哈，这就不管了。我去修一下刀，把刀修一下，经验刀修一下，经验刀不修的话，没有经验。去修刀。我操，就这么走了，哈哈哈哈，谢谢小蛋。他没有扶上来，哈哈，没有扶上，我去，阴吹雪，いらっしゃい，修理五具，点错了，你妈，这是卖出，44万修复啊，いらっしゃい，有点贵吧。把七神带卖了，七神带卖了，然后再修一下。好，够了。坑爹啊！我的妈，刚刚浪费好多刀啊！浪费好多刀，这个经验刀。接小 F 坡。好，过来找益达，跟我一起去嫖娼。桃源乡高级会员证。现在我们要即将要去这个啊嫖娼最高乐园，带着9岁的孩子去桃源乡，要去桃源乡了啊，顶级乐园，走出发，这可是顶级乐园呐、啊。
牛逼啊。走吧，桃源乡。哎，桃源乡啊，性感啊，谢谢一二三。今天一天把这个游戏通关啊，把这个通关之后呢，明天呢咱们还是玩四五款游戏，因为现在马上不能玩了啊，不能玩了，所以那么咱们尽快把这个剧情给播完啊。谢谢楚荒，谢谢孤狼，这是最后播一次啊，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一次，以后再哪都看不到啊，因为本来就禁播嘛啊。我已经是顶风作案了，谢谢毒瘤。所以呢咱们呢今天呢这个把它搞完啊，今天这个如龙旗这是最后一步了啊，最后一步了，搞完以后就没有了。ここか桃源郷，桃源乡啊，进去玩。桃源郷の会員会员证，我可是500000买的会员证啊，花这么多钱。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店有点社会見学の一環だ。校外教学一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会对其他客人造成困扰。我操！絶対に迷惑はかけない。いいよな。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啊，谢谢君送来的好吗？我操！寻找明美，啊，我们真丝的女朋友明美。谢谢阿木。嗯，明美，明美在哪儿啊？明美，好宽阔的地方，我去，这么多房间啊！我好像在绕圈。新进的やつよく考えたもんだ。啊，再去楼上。谢谢老司机爱翻车送的一个大奶瓶。哦，好高级！你看每一间房间，空房一进去就有一个妹子跪着啊。这每一个房间一进去就有一个妹子跪着，哇，高级场所，高级场所，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这样的高级场所啊？有没有？好高级啊，从来没去过。诶，空房间，他是五子，那明美是哪一间呢？啊，他是五子。他居然不跪着，我去。哎，客人，哎呀，这是干什么？哎呀，知道的话就快点出去，好不容易存钱过来的被你搞砸了。哎呦我操，干嘛啊？我怎么知道明美在哪里？是不是这里？好像是这里，没错。再进去看看，服务不到位吗？嗯，哎，你看，服务很到位啊，这个服务就到位。他是明媚，来，快给我洗，给我脱，给老子脱。キリュウだ。真実から聞いてないか。キリュウ。嗯。あなたが。はあ。それじゃ。谢谢张小欢。そう。最後に会った時から言ってたの。自分にもしものことがあったら、あなたが訪ね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いつもふざけてたあの人が急に真剣な顔して。真司的女朋友。そっか。你说有些人混黑社会混得那么牛逼了，怎么还让自己女朋友这个当小姐呢？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だってね。不太好吧？谢谢蒙十三。することが片付いたら結婚しようなんて言ってさ。跟他结婚。いいの。私の方こそごめんなさい。我还点了个烟。事前烟是吧？谢谢小翔送的六六。大保健。風間さんね。風間先生。確かにここにいたんだけど。しんちゃんの知り合いが来て連れて行っちゃったの。誰だ。近江連合の。近江联盟的世田。そいつは本当に真珠の知り合いなの。谢谢小 S 送了一个大瓶。
しんちゃんは信頼してた。だから私も。場所は芝浦よ。不当に止めた船に連れて行くって言ってたわ。そうか。それともう一つ。うん。しんちゃんこう言ってたわ。錦山組は100億。景山组长除了100亿之外，还在找四良会长的遗书。それに次の四代目が死んだ。第四代东城会会长。遺言状。第四代会长是谁呢？そんなものか。それじゃ、錦はそいつを握りつぶそうと。しんちゃんはそう言ってたわ。哎，我操！怎么回事？是艾默送的饼，我操！哎，这真岛这个逗逼干什么？我操，开车撞门！开车撞门什么意思啊？啊，过来报复我了！我操，过来报复我了！真岛过来报复我啊！おじさん、なんなの？是小强送的六六大宝剑。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下去看看。第四代东城会会长，坐外面。哎呀，我去，这么多人啊！啊，哎呀，我去！我操！等我拿椅子弄死你们！火爆浪子！呀，我操！我操！踩我脸！我去踩我脸！我第一次被人踩脸！我第一次被人踩脸！我去！尼玛！尼玛！你们是第一次啊！你们小伙子是第一次啊！小伙子，扎手！我从来没被人踩过脸！我的妈！啊！又疼！你们是第一个，好，去你妹大灌篮！谢谢酒伴小酒送，谢谢酒伴小心送他的拳，好强！谢谢小翔送的六六大宝剑，谢谢小翔。飞踢，小伙子啊，假匪是吧？看我今天不弄死你们！过来，靠墙！呀！哎呀呀，踢反了！哎呀！反抽！哎呀我！哎呀我！挺牛逼啊！松崎翻身靠桥，谢谢宰家军，来来来来 come on baby come on。 谁呀、啊、哇小胖墩，太甜太甜是吧？啊，我的妈，金子居然还有这种名字，金子，来怀中暴妹杀暴菊，哦，太甜，进来带你嗨带你嗨，我枪手，我操枪手，最讨厌的就是枪手，对啊 ！biu biu biu！ 来大灌篮！呀！好，要遇到我们真岛了，谢谢酒伴小心送大瓶。哎呀！栗子哟，ゲルちゃん探したで。島の兄さん、あんた、你还活着？まだ生きていたのか。助けて。你还活着？助けて。ああ、よしよし。静かにせんか。よせ。ああ、
我们别闭上眼来个。谢谢小翔送的六六大宝剑，谢谢小翔。要不要当我的女人堕落了？我去堕落了，这都看得上。罗燕，嗯，堕落了，真的。私、他に好きな人が、ごめんなさい。やめろ。我变态的表情。そうか、正直な子や。谢谢小翔送的六六宝剑，谢谢小翔，就是要这样，很好。这里很危险。还有一句。読めねえな、あんただけは。俺は正直者が好きなだけや。人の顔色を伺ったりせんと。俺がそうやからな。そうかい。この間いいとこで邪魔が入るよった。ここで蹴りつけようやないの。キルちゃんや。我去，这真岛还受伤了，我去。对，这是上一部的另外一个主角，他被木村石伤了之后就变成这个逼样，被人伤了呀。来，走。哇、哦！哦，你嘞！用花坛弄死你，知道不？哎，我操！来来来来来来！来，同样姿态。我操！谢谢我们的小翔送的六六大宝剑，谢谢小翔。我尼玛，你怎么就那么屌啊？哇，这移速太快了吧！操！闪现！哇，这把好像没有放水，不放水了，真的哦。我尼玛，你真要杀了我，真要杀了我啊啊！哎我操！反！打晕！来起！天马流星拳！飞！解樱桃味！变屌了！我操！就打你妹！我操，你闪得很快啊，这刀啊！我操，你闪得很快啊！最后一下用刀，还早。哎，这个楼要塌了，我操！我操！一拳把楼打塌了，我操，小屁啊！不至于吧，小伙子，尼玛，至不至于这样，至不至于啊！不用刀了啊！谢谢撩妹大哥送的萌，再见！我去死！真岛拿刀的姿态就是传说姿态啊！来起来，天马流星拳！拜拜！我尼玛，感觉好黑的样子嘛！哎呀，我操！这小逼挺屌，挺屌！哟呀！要换三种姿态跟我打是吗？干架师风格真的拉起！我操！我就不信你的动作比我快，尼玛！我操，这小屁！换姿态，流氓姿态。哎，等一下。
这小逼是不是把墙打掉了啊？我的妈，地板碎片，我操，地板碎片，把地板打爆了是吧？我操，这种地板打，哎，地板碎片，啊，流氓姿态打，反击。反！哎呦我操，反不了，怎么？哎呀！我操，血回满了，小逼！血回满了！接小翔送的六六大宝剑，唐岛之龙现在还没觉醒呢，姿态都没觉醒啊，怎么样唐岛之龙？变腿，两套，三套，好，反击。小屁蛋，看我今天不弄死你！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我操！好连招，好连招，小伙子，好连招！我操！我操！操！最后一刀带你飞了，最后一刀带你飞！哎，刀！喝个药，喝错了。哇！谢谢阿蒙的鱼竿送的100个宝剑，谢谢鱼竿。红参，你真的猛到爆，猛到爆！说我猛到爆啊！真的是猛到爆！啊，谢谢我们的小翔。谢谢小翔送的六六宝剑，谢谢。辛いだろうな。那猛到爆那不必须的吗？啊。だってさ、風間のおやすさんの居場所がわかった。どうだ。他知道风间老爹在哪里了。芝浦の不当だ。大見連合の寺田って男がかくまっているらしい。大見連合だ。晋江联盟。なんで奴らが風間を。わからない。要通关了，快通关了。信じは命がけでおやすさんを預けた相手だ。信じるだけの価値はある。真岛在，真岛在。そうか。你们要我剧透不？算不剧透了。神宮が目立って動き始めてる。神宮。现在我们这个益达他已经调查出来，这个最后的这个主使呢，这个是神宮。神宮好像是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人。大丈夫なんか、だってさ。谢谢安于此身。逆だ。クビ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ねえのに、奴ら俺がお前とつるんでるうちはクビにできねえんだ。行くんだろ、キリュウ。芝浦に去知浦，知浦是上一部这个我们主角跟那个色泽打架的那个地方，不知道那个你们凌晨三点钟有没有看那样这个非常牛逼的战斗啊？那样战斗就是的。咱们在打架之前呢，我看要不要买点药什么的，先点技能吧，技能点了，九星领悟。点满吧，超级防御抵抗，西壮，哎，这个学不到吗？切换时机闪避，然后再颠步反击颠步 OK。 我看看啊，来手机了，丽娜，好的话跟人家说，哎，好的话跟我说是吗？我不用去买药了，走吧。準備, 准备好跟他说一声，我准备好了，出发。芝浦に行く準備はできたのか？准备好。そうか。谢谢白虎。
哎，我准备好了，走啊！芝浦に行く準備はできたのか？哦，点错了。そうか。啊，开始最后的决战了。谢谢我们的萧花送的萌，谢谢萧花。蹦蹦蹦蹦，姐一下午已经干过了，下午被我干死了，姐一下午被我干死了。好像这一部这个章节比较少，没有那么多。重逢第十二章，这个船真的很眼熟。前往风间等待场所，啊！谢谢我们的烈哥送的一大瓶，谢烈哥。あの人。这个人。多分バッティングセンターで助けてくれた人。打击训练中心救过我们的妹子啊，救过小妹子啊，是吗？啊，这个肥子。行くぞ、ハルカ。这个肥的谁啊？好，进。五代目大海連合、寺田と申します。大海連合がなぜ風間のおやっさんを。桐生さん。晋江联盟为什么要帮风间新太郎？俺も風間さんには返しれないのか。風間さんがお待ちです。こちらへ。欠風間。よく来たな、風間。おやさん。ガズマ。どうして？すまなかった。借一挥霍。苦労をかけた。あの寺田って男は、もともと俺と同じ。元ヒットマンだ。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近江連合本部長の肩書きで東条会に探りを入れてもらってた。特に錦山をな。针对景深。なあ、カズマ。これからこの10年間に隠されたすべてを話す。隐藏的一切秘密都告诉我呀！我去啊，这么信任我。その子の母親の水木は由美の妹じゃない。由美，由美は、由美は、由美就是美月。お前たちが、我们的女朋友就是美，我们的女朋友就是由美。由美だったんだ。不，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不对。水木は、由美从五年前开始假扮美月。美月。じゃ、那现在我们的女朋友已经被人家给日了，还生了小孩。その子は正真正銘。这个小孩就是我女朋友的，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啊。私のお母さん。不会吧？我是由美の相手。いや、はるかの父親。他妈坑爹啊！绿帽子。神宮京平だ。神宮。神宮金平，神宮金平是他老公。我操！十年。九年前の写真だ。九年前的照片。我去，我的女朋友。横に写っているのが神宮だ。由美が事件のショックで記憶を失ったことは知ってるな。はい。由美失去了记忆。翌日、由美は何もわからないまま病院を飛び出した。所以跟其他男人跑了。だがあの子の体は覚えていたんだよ。自分が生まれ育ったひまわりの場所をな。ひまわり。俺は連絡を受け、すぐに由美を手元に引き取ったんだ。そしてあの子の記憶を戻してやろうとした。何枚もの写真を見せた。ママさん也死了。谁都没有了。由美啊、说好的等我呢。我只是由美、我的女朋友。雨。嗯？雷。下雨打雷。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这个时候才回想起来。どうした？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けど。
俺はその時分かったんだ。堂島組長を殺したのは本当に誰だったのかをな。谢谭真师。そして錦山には由美の存在を知らせず、彼女の世話をすることにしたんだ。でも由美は。现在我们女朋友回忆起来应该会很后悔吧？我们主角那么好的一个人。神宮は深いつながりがあって、よく登場会に。为了由美跟景山做了十年。その時偶然由美に出会ったんだ。神宮。坐牢出来之后，正解を目指す神宮は世良から裏でバックアップを受けていたんだ。神宮は由美に出会い恋をした。そして記憶を失っていた由美は心の隙間に入ってきた神宮を受け入れた。俺は止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もし神宮と幸せな生活が送れるなら、極道社会とは縁が切れるかもしれない。運命を変えられる転機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そう考えると、由美の幸せは神宮との生活の中にあるような気がしたんだ。そして由美は神宮の子を産んだ。それが遥かだ。我去。だが神宮のもとに総理の娘との縁談が舞い込み、その時席を入れてなかった由美は自ら身を引いた。神宮のためを思ってな。我由美这么好的女人。だが、没有正式结婚。それが歯車を大きく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这个梁然弟送的六六大宝。所詮神宮が手に入れた権力は他人から与えられたものだ。だが奴はそれを守るために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いった。自分の中では正当化しながら。その後、由美と遥は俺がまた面倒を見ていた。そしてある日、セラに神宮から緊急の電話が入ったんだ。妈还跟了一个坏逼，我去，好恶心啊！セラ、少良。手貸してくれ。まずいことになった。なんだ。いいから来てくれ。人を何人かやる場所は。いや、お前一人で来てほしいんだ。何なんだ。死体を一つ始末してほしい。帮忙处理一具尸体。神宮は弾みで起こった事故だと言い張ったそうだ。死体はフリーの記者で神宮のスキャンダル、由美と遥の件で揺すろうとしてきたらしい。セラは記者の家からメモや写真を奪い、全て灰にした。だが神宮にとってまだこの事件は終わってなかったんだ。これでもう問題ないんだな。いや、もう一つ片付けなきゃならないものが。神宮不会还要杀他老婆跟孩子吧。もう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が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にあと二人始末してほしい。杀他老婆孩子。お前、もしかしてセラ、これは俺たちの。好他妈贱，干了我的女人。頼む。还要杀我女人。这主播好帅，宋大平。哇，怎么会有这种贱人？谢谢 YY 八七送的六六大宝剑。我操，真要杀！哎呀，这可是我的女人呐！何やってるか分かってんですか、三代目。風間さん、これは神宮の約束なんです。女子供を犠牲にしてまで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約束ですか。そんなもんがあるわけねえだろ。おお、想起了这段回忆。幸か不幸か、由美はその時全ての記憶を取り戻した。恢复了所有的记忆，知道我是他的爱人。由美と遥、神宮、なんて野郎だ。这个小女孩居然。俺はセラを説得し、由美と遥を神宮の目から欺く工作をした。そのための水木やアレス。ああ。俺とセラは遥をひまわりに入れ、送进向日葵，由美扮成美月，任便し
谢谢我们的鱼上帝送的那宝石和记录を作り上げてな。でも親さん、なんで由美は登場会の100億を盗んだんですか。あれは登場会の金じゃない。神宮の100億だ。是神宫的100亿，不是东城会的钱。我导演组来人了，这里很危险。我操！导演太啊，导演太来了。島の目、無茶しやがる。导演贱逼，导演贱逼，来了个贱逼，贱逼存个档，贱逼可能打不过。谢谢影，存档。啊，谢谢墨白。噔噔。